什么？让霸道总裁亲一个。哎呀，干啥呀？别有嬉皮笑脸的啊！刚才的事还没解决呢，不能在屋里抽烟，你已经抽了第三次了。对对，我想抽了，那我怎么你还能给我撵楼下抽烟？我走多冷啊，外边！我搁家里抽两根干啥？那玩意儿而且对身体也不好。对身体不好，这东西你解释过很多遍了，我不得慢慢来吗？而且不仅对你身体不好，对于我身体也不好。对你身体咋的了？我抽二手烟呢。那你说说这个，你不更合适吗？你都没花钱，你们就是抽二手烟，对不？人家都说了，抽一根他顶你，他顶你抽那个一手的顶七八根。你绝对不爱我了。我爱你啊！你不能这么算，他二手烟他都是经过我过滤的，那是精华。别碰我，我生气了。那亲一口能哄好不？就是霸道总裁这么亲，你是彭于晏也不行。我生气了。真生气了？你看我的表情，不要生气吗？语气也很生气、啊、你想怎么办吧？我现在生气，这种生气是你连就是你送我台东西给我都不好使那种啊。这么生气啊？嗯，那我还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，你这都哄不好。啥呀？这是我前几天买的龙年手表，这个是雷诺双子星龙年限定，表盘是两个金色五角星，采用大牌金属抛光打磨工艺，晚上还是一个霸王的龙头，寓意龙年一飞冲天。这是给你的三把礼物，手链式的手表，雷诺小蛮腰，表盘是镶钻的莲花设计，它寓意着吉祥喜乐、好运常在，带上它，希望你一直快快乐乐的，没有烦恼。我现在发现了，我一生气，你就拿这些小恩小惠贿赂我，让我不生气，这一次绝对不好使，什么也不好使。啊，这这么严重啊！说什么话也不听，那咋整啊？那这礼物要还是不要？不要，你快出去，我睡觉。啊，不要了。不要，你不要，那我给你放、哎、你放松点。啊，行行行，你睡觉吧。妈，生这么大气，哎呦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刚才那招鲤鱼打挺那招是跟谁学的、啊？鲤鱼打挺儿，彭总，我生气了。你再给我表演一下呗，我没看清刚才。我是，等一下，我生气了。啊，对，生气了。